go. I'm not gonna tell Daddy. Daddy's gonna be upset. Let me throw myself onto the back.就是十分大，2014年的1月3日，巨大脑横空出世。我在这个舞台上见证了600多位中大学生他们惊人的表现，鼓励了许多人去尝试的开拓。 大脑的潜能，以什么技术追求到？一定是对自身的超越。我们来了。今天。